上我们红毯的就是我们微博之夜的话题榜，我认为是很有话题的一位男性，让我们欢迎肖战。欢迎肖战。欢迎肖战。肖战主演的《斗罗大陆》前阵子正在热播，让我们期待他后面的作品。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肖战为我们带来的音乐和影视作品，让我们感受到他充满正能量的性格，以及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都能够在难熬的2020年熬过之后，2021年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状态迎接2021年。我那天在网上听肖战的歌，看了一个网友评论，我看哭了。他说听了这首歌多年之后，说这是妈妈年轻时的偶像，说妈妈你骗人，这是爸爸哦，没有了，这是一个很冷的梗，但是我看了确实今天已经很冷了，你就不要再让我们更冷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肖战，来，请到我们的欢迎肖战，下一个拍照点拍照。我刚才说网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，肖战一。